哎呀，我还治不了你呀！看一个哩，一个章鱼，哇塞，那好在这里，以为很隐蔽呢。哇，希望我能逮到它，不出什么意外，应该能逮到它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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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差点趴下了，它俩这么厉害，好有劲啊！我还以为它奄奄一息，不太行了呢。看看，我这边来了。哎，希望能逮到它。哦哦哦哦哟哟哟哟哟，跑哪去了？ 哎，又回去了，走，继续抓到它，快一点，快！别跑了，别跑了！哎呀呀，它没藏石头的，继续追呀！哎哎哎！它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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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就不信了，我还治不了你。我是这个鱼啊，在拼命挣扎呀，看，哎呀，不多说了啊，给它收了啊，我从里累坏了。哎，这是一条美国红鱼，挺好吃的，其实啊，走，我继续看看吧。看见这毛蛤蜊在这挑呢，还光看着它开着嘴，张着嘴在这里哈，吸进去一条小鱼。你太厉害了，它听到我过来就闭上嘴了。看，闭上嘴我也把你给逮了啊！谁让你欺负小鱼同学了？收了啊！看看这边还有什么话。哇、哦，快看看看看，这里三只大蛤蜊。哎呀，不对，这个是壳，啥也不是。哎，有肉的，快看，它就是它放在这儿，你看就像一个壳一样啊。但是这两个肯定是有肉的，看看。哇塞，这里的蛤蜊个头很大呀，怎么样？来、嗯，收了它啊！我们在这边看看吧。我感觉这个石头底下有八爪鱼，不知道我感觉的准不准？看里边是空的，有没有？有八爪鱼没有？有螃蟹。这是一只小螃蟹，刚过去了一个不小的一个螃蟹，我看是吗？在这底下都没看到、嗯嗯、有吗？跑了肯定藏在这。哎呦，你急着手了，那肯定藏这边了。看这个大扇贝壳也很大，拿起来给你们看看。哎呀，砸的手。你看这个东西像不像你们喜欢的石头？有好多朋友喜欢石头。看这个小螃蟹放下，给它放了吧，就一个爪，太可怜了，应该还能长出来啊！你们看，这是八爪鱼，哇塞，这个八爪鱼啊，我刚刚看它的头啊，长得这么长啊，现在它突然缩回去了。听到我来，它自己的颜色都变了。你看，动它一下，看它的吸盘都凸起来了，吸盘凸起来代表它知道有危险啊，想要逃跑。可是它这个身体不行了，看它的头也是桃子头，是不是、啊、这个形状？这里是它的吐水的孔，哦，吐水了还，看吧。他是在一系列的动作来保护自己，收了啊！如果我不说，你们看到这里有鲍鱼了吗？你们看，野生的就是不一样，它的这个颜色伪装的多么像，看，对，是吧？它跟这里是一模一样啊，养殖的，它是身上有一点绿，你看这个完全没有啊！哎呦，一模一样啥意思？就是一模一样啊！这个是养，这个是养殖的还是野生的？我们目测80%是养生的，是野生的。看它这个颜色伪装的多像就知道了。收了它啊，值了值了，这一趟来的值了，头一回啊。还有蛤蜊。赶海这么多年，头一回遇到野生的鲍鱼啊！这个大蛤蜊多么大呀！收了啊，走，带走。看这里，两只飘着的毛蛤蜊。水深的地方就会有飘着的贝类啊，你包括那个海虹啊，还有那个扇贝啊，它们都会飘着。收了啊，都是活的，其实往桶里吧，走。哇、哦，这个看，好大一个大海参呀、啊！看看看，这个海参是真是不小啊，非常的鲜活，还真的，看硬硬硬邦邦的。我感觉我摸到一个海螺，但是我拿不下来，哇，晃一下。哎呀，我去了！哇塞，又是一个带嘴的海螺呀！可惜了，费了9牛2虎之力不能要，再给它回原味吧。赶紧去啊，走吧！软软乎乎的，我好像摸到一条八爪鱼，八爪鱼好久没摸出来了。哇，哇塞，不行不行！哎，不对呀，感觉很粗。哎，好滑溜，拿不出来呀！哎呦，手要划破了。哇塞！哇、哦、天哪，拿出来这么大一只海参啊，
真是不枉费我费这么大的力气。看看看，它全成一个小胖子了。鲜活的海参就是这个特点啊！不错不错，收了啊，还行啊。我再摸摸这个石头底下有没有八爪鱼。这个石头底下怎么这么深？我看我手都摸进去这么多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我摸到东西了。我刚要说石头底下深，哇塞，哇，摸到了摸到了摸到了，里边有一个。你们看我摸到什么了？哇，搓的搓的搓的，来来来，给你们看，哇，是我的天，哈哈，哎，屁股湿了，搁水里了我，哇，激动了半天，摸了就是摸了那个观众屁股底下，裤子都湿了，刚摸出来这么大一个海参，怎么样？开心啊！今天我发现了，在这里摸海参不错。咱们摸摸这个石头底下有没有货啊？哇，哎，不对，这个地方浅。有空隙，但是不一定能有东西，摸一下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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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夹到手了，夹到手了。但是我感觉那个螃蟹很小，不很大啊。摸到底了，啥也没有，一只小螃蟹在里边。走吧，这里有几只虾贝，看快涨潮了，把这里有虾贝捡了。如果涨潮的话，你们就赶紧出去啊，别看我们还在这儿，我们专业哈，就是能关注这个潮汐。最近因为游客在咱们这个岸边就是捡贝壳什么的，被困的这上边有好多哈，希望你们一定要注意啊。走，咱们继续。我本来想过来掏一掏石头底下看看的，走过来一看，它那一只墨叶螺躺在这儿，哇塞，这很悠哉呀！你看，那你看，也非常的活跃。给它洗一下啊，沙滩上的沙洗不干净，有好多网友看着可难受了。但是这里边的墨叶螺干净是吧？哇塞，哦，你们想捏想不想捏一下？哇塞，哇塞，好了，收了啊，不错不错。掏一个八爪鱼啥的，哎，我感觉有点滑溜溜的，不，八爪鱼是一只八爪鱼，哎，不对不对，哇塞，是又是一只海参，这里石头底下到底藏了多少海参啊？哇塞！哇塞，我的天哪，哇，你看它非常的活跃，一碰它杵的可快了，杵，看，不能再逗它了啊。也不错不错，不错不错呀。翻桶里啊，走，你们没发现吧，它这里有三只蛤蜊，没看错的是三只啊，跟旁边这个石头颜色差不多，看看看，白蛤蜊三只，它这个好大呀，看怎么样。这两个小一点，这应该不是一个品种吧，一下子看不出来，你回家仔细研究。哎，我看这里还有扇贝，不错不错哈，这扇贝个头好大呀，收了啊。看这里还有两只，颜色跟刚刚那个还不一样呢，黄色的，洗一下沙，收了啊。这水都涨到身边来了，赶紧走哈，不能在这里再犹豫了，走。哎，好多海虹啊，你们看，遍地都是。大家好，我是玲玲哈，今天我又来赶海了。我发现这里啊，又遍地都是海虹啊，因为这附近有一块那个礁石上长了好多好多大海虹啊，这全都是野生的，纯野生的。那个，这一定又是昨天晚上大雨的原因吧，你说呢？看这么多，太脏了，回家还得好好洗一下。昨天晚上下大雨，应该又是给它吹下来的，浪也很大啊，没有大浪，大雨是把它弄不下来的。哇，太多了，这一下又捡了一盆。我看那边还有好多，过去捡一些。哇，这些太小的就不要了吧，光捡一块大的，收了啊。它这里还有一个。这边还有，过来，哇塞，这一会儿我桶满了，要拿不动了。这个头好大呀，不小不小，这吃起来得很过瘾啊。前段时间捡了一些吃了，今天又捡了不少。这个大，这里再大。看这里还发现一个，我看我评论区有好多朋友担心它有毒啊。我们这边是没有毒的，可能南方部分海域是有的啊。看，哇，这两个太大了，你看，
我们这边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从来没听过有毒啊。看这个大脚印儿，这不知道是谁走过来的哈。他们都不要，我们这边当地人都不要，好多人都不怎么吃啊，就春天那一阵儿吃的最多。看看，一个都比一个大，这个头超级大，很过瘾。他们都喜欢吃那个长在石头上那些野生的海蛎子。海蛎子，我觉得海蛎子打起来太麻烦，所以我不要海蛎子，我就捡些海虹吃也很好。而且我觉得海虹味道好，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啊。看，都不小了，再晚来一会儿，这涨潮都要吹走了。你看，涨潮都涨到这边来了。你后边不全是吗？哪里？这。嗯，捡一些。哎，收了。哥，这不全是吗？哎，你们看，我发现这里有猫眼螺，这个是，这个很明显的是，你看它还正在爬，它是感应到涨潮了，是不是？它出来了，哇，哇，这肉，哇，射在镜头上了，是吗？那你擦一下吧，看这里还是一个，哇塞，看好多沙呀，好多沙呀，吃了好多沙呀。回家还得拖半天，哇，漂亮吧？收了啊！哎，我又发现了一只，幸亏我过来了，及时呀！你看，这水都涨到这边来了，看看看，这水冲过来了，你们看，这水，我蹲在这儿，就感觉这个水不停的往这身边涨啊！这晚来一会儿就没了，哇、哦，哎呀，这水呀、啊！今天这猫眼螺水一个都非常的充分啊，一个个的，就。我发现水里还有好多呢，看看看，这是一个，哇塞，我这一口我腿都吃不动了，嘿，这水里的太难拿了，这得一个一个拿呀，都在水里，你看这水里有好多，看，我刚刚过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水里不少，看、哎、还有哪里是、啊？这水一下子整的，我都看不见。这里还有两个大的呢，差点丢了，差点浪费了。看，这里还有，这里都是。我看刚刚那个黑的，那是什么？啊，这个黑的是什么？这谁的黑腰带的？哎，不对不对，吓死了！这是船上的。我在船上的那个拐弯是什么拐弯也不知道，但是啥垃圾？看看，这里边是啥呀？错了，我还以为是个海虹，原来是壳子。我发现这里我海虹没找到，你看，发现两只大毛蛤蜊。哎呀，看，最近这里毛蛤蜊太多，我感觉毛蛤蜊都快吃够了。你们喜欢吃吗？看这里，发现还有一只海虹在这里。这里水有点脏了呀，这里，反正也没人来玩，确实有点脏。那咱出去吧。我发现这里两个蛋，快来快来！哇！两个蛋，两个海鸭蛋。你看我们这边海鸭蛋多，你们那边好像没有养海鸭子的啊。然后就有好多人质疑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啊。好，收了它。哇，两个蛋不错呀，你看这个头，回去腌一下，弄个海鸭蛋吃啊。收了。看这里三个蛋，哇塞，三只海鸭蛋，刚来哈，啥也没啥收获，竟然碰到了三只海鸭蛋。我还寻思今天抓太多。抓好多那个八爪鱼啊，海参什么的。哎，行吧，大个大开始啊，走，看看石头底下有没有什么货。没有。走，来这边看看。快，发现了，有两只。来，哇，快看，这里这么多啊，不只是两只啊，哇塞，这里还有两只，成双成对的，好有意思呀！看，这里还有三只，这来了一会儿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妈呀，差点撞碎了这个蛋。收了哈，不错，这里好多蛋呀！看，我发现这里还有一只蛋，估计那个在这里跑着。你的同伴呢？看这个不错，我发现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在动，你看这水在动。我看你的镜头。哎，在这里，我还发现这呢，其实它在这里。这里一个大海参，看，哇塞，好大呀！但是这个海参你们看，有点要化了的意思啊。海参变长就说明它粘液开始脱了，脱了之后这个海参就
很新鲜度就会差一点，但是还轻微的一点，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放心吧。嗯嗯嗯，收了。过来快，我又发现这里，看，有只大海参，怎么样？哇塞，这两个颜色还不太一样，你看海参变长了，这海参变长了就说明它在这里不行了哈、啊，时间有点长了，要挂了。如果是活海参，你一戳它，它丢就变成一个小球球，哎，要挂了。但是看着一点问题没有啊，瘦了啊。还有一个大的，过来过来。哎，我这个眼什么情况？我看，没在这里边了。这风浪也是太大了，这里边的蛋不会碎了吧？没起来了。有可能是一个聪明的鸭子。啊，不对呀，我没见过鸭子没蛋的呀。看看，哇塞，没坏，没碎，没碎，你看没碎呀。哇，轻点拿，轻点拿，因为海鸭蛋。因为海鸭子它都是吃海鲜长大的哈，它比那个，所以它比那个普通里家里养的鸭子那个蛋要蛋壳要硬很多，所以它不会碎啊。因为海边这个环境恶劣，它得适应环境。哎呀，四个，六个，加刚刚那一个七个吧，六个还是七个？哎呀，不少不少，确定没有了吧？再扒一下，这就跟捡了黄金似的，我感觉没了。走，再继续看。看，我发现这里一只猫蛤蜊，不对，一只那个白蛤蜊哈，普通的蛤蜊，不活了。但是，看我发现那里还有两只猫蛤蜊，这幸好啊，要不然看到这只死了，我该多伤心呀！看这里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三个呢。咦，刚看到这俩了，这两个肯定是一对儿，亲亲，一对儿的啊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离家出走了。好，三个不少吧，收了啊。翻拍指头底下看看，最近好多天没有抓到八爪鱼了，太馋了，全都是蛤蜊。沙滩上最近什么情况？哇塞哇塞，这个螺好大呀！我吃贝类吃多了，你看我都要吃够了，好多天没有螃蟹呀、八爪鱼什么的。这两个大蛤蜊你看不小啊，但是我不是太喜欢呀，没有八爪鱼。看这里一个蛤蜊，哇塞，这是一个猫眼螺，活的呀，活的呀，快看。它翘个小屁股还没钻沙呢，翘着它的小屁股。这个蛤蜊不小啊，虽然我不是小妖，不是很小妖，最近抓了好多。哇，毛蛤蜊还是可以的，不对，这叫什么来着？猫眼螺还是可以的啊。猫眼螺总体来说抓的很少，没吃够啊。你们知道吗？它这一块肉哈，特别像猪肉的香味一样，有海鲜的香味，还有猪肉的香味。够了啊，两个鼓包，快看，这里肯定有猫眼螺。哎，你看。这不就看到了吗？哇塞，这猫眼螺什么造型啊？呜、哦，你看，它缩的还很快。哇塞，这回全是沙，全是沙。看，哇塞，漂亮！刚刚手感没找对，看这一下子，看吸的可快了啊！这个猫眼螺可不小呢，看是不是？好大，快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收一个。这个，哇塞，这个也不小啊！哇，它动弹的可快了。呀，因为它很活跃，很新鲜啊，所以一动它就有感知。洗一下沙，捏一下吧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请观看我的表演。哇塞，你怎么朝一个方向出？哎，这里也有。哇塞，我出啥？看看还有吗？这沙滩上多找几个，多玩一玩，两个都不够玩的，收了啊。看这里是不是两只猫眼螺？哇塞，你看这两人对着，这是毛蛤蜊啊。我又说错了，因为前面收了几只猫眼螺，我差点都没反应过来。两只猫蛤蜊，你看他两个人对着，今天他这大家又得说我心狠了，把人家一对就收走了。哎，收走了吧。看，你看我发现了，这是个啥古堡猫眼螺在里边。他呢，他把沙怎么顶的这样啊？哎呀，你别老动他那个啥，你一动他这儿他就缩了全都。是啊，那我怎么办？你捏不出来水了，你轻轻的。轻轻的给他先洗一下沙，然后再洗一下这边，然后再开始捏水。这个我感觉他好鲜活呀，他好有劲呀。吃了一包的水，哇塞，漂亮吧？哇，
但是还是让它缩进去了，我感觉还有至少三分之一的水没捏出来。收了啊，走，快继续看看，这一会儿来逮了三个鼓包了，好过瘾啊。我又发现了一对儿，但是这个什么情况，你看你们看你们看这个猫眼螺正在动，我先把它带出去收了。对，它准备干啥。哇，你看你看屁股都翘起来了，好有意思呀。这是什么机遇啊，能让我遇到正在钻沙的猫眼螺。看这肉刚出来一丢丢，你看你看一戳它，它就收回去了。哇塞，亲呀亲亲亲亲小宝贝儿，别白用力了，钻进去我也把你拿出来。行，直接进我家吧，走，带走了啊。我发现这里一只海参藏在这里，好大个呀，这么大这么大，又是这是上次也抓到一个这么漂亮的，跟翡翠一样的颜色，你看它咋这么大呀，不能缩一下吗？哎呦不行了，它是要化水了吧，赶紧快收了它，往桶里整走它一下。走去看看，我看这里一个鼓包，快来快来，这里边是不是有猫眼螺？看着要不是，猫眼螺的鼓包比这个大，看看里边有啥，到底有啥。嘿嘿，我抠到一个东西，又是一个鹅卵石。我发现了，鹅卵石底下，我鹅卵石顶上会有一个鼓包的。走吧，你们看我过来捡垃圾的时候啊，我走到这儿我发现这有三个大蛤蜊啊，是不是毛蛤蜊？快看快看，果真是三个毛蛤蜊在这里。你看一下个头都不小，你看而且还都是活的，发财了，这下洗一下啊，都是活的，回家正好凑一起吃一吃。哎呀，这垃圾也太多了，这是矿泉水瓶，过来捡了。这我发现哈，这在这边玩耍的这个游客呀素质有点低，是吧？你说你上完你不能伸手带出去吗？是不是？这个也是，这有可能他们是装小鱼小虾的哈，我觉得也应该伸手拿走。在这里有几个大蛤蜊，你看这怎么沙滩上大蛤蜊一个比一个大呀？看呀，我最近是大货没抓到，大蛤蜊是一个比一个大呀。最近就吃吃蛤蜊吧。啥？这什么？这石头一。脚踩了。大蛤蜊，大毛蛤蜊一个。不错啊。这冲上来的明显就是。这回家能凑一盆了，是的。收了吧，收了吧。看看还有没有？看这石头底下，我发现像有货的样子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果然有啊，哎，你看，它挺会藏。哦，夹到我了，这个小螃蟹劲儿还不小。放了你，我没想要，我想拿出来给大家看看。没想要啊你。我的妈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么多，我捡了一桶海参，你们信吗？哇塞，看看这里黑黑的，是两只海参。哇塞，大家好，我是牛牛啊。今天的话，我听到我们这边有人说，附近的养殖场拍海参了。所以我今天专门来看一看，果然有海参。你看这两只小胖子，我你看我一拿它，它身体变长了，看，哇塞，你看蠕动的非常的明显，非常非常的鲜活啊，哇塞，你看这个也非常的鲜活。天哪，我很少见这么鲜活的这个大海参啊，收了它。哇塞，走继续看看，今天希望能抓20只海参就知足了啊，走吧。经过了不懈的努力，看我又发现一只大蛤蜊，大月亮杯啊，这个月亮杯吃着太过瘾了呀，我们家亲戚小朋友吃两个就饱了。快走吧，还背一个鼓包，是不是有个有猫眼螺？是不是？挖一下看看啊，没有，竟然没有，是不是陷下去了？看这里有窝的痕迹，很明显。哟，我挖到东西了，哎呀妈呀，你看呀，挖出来个小鸡蛋吗？啥也没挖出来，挖出来一个这个，看好好看的样子呀，这附近有吗？都没有，你看你看这附近哪有这样的石头，多漂亮。嘿嘿，我放桶里啊，带回去有喜欢的吗？够了啊，到底下看看有没有藏的，啥也没有啊，连个螃蟹都没有，更别说海参了。看看这个石头底下，哇塞哇塞，虽然没有海参大螃蟹，但是你们看有啥大蛤蜊啊，这三个大蛤蜊是，哎，不是同一个品种，好奇怪。看这个是不一样的，这两个是一个品种，但是个头都不小啊，收了它。哇塞，勤劳就会有收获，我怀疑这些石头底下有海参，找一找。
来看看这个石头底下有没有货哈。哎，这个石头很沉啊。哇塞，有没有货？哎，没有。哎，呦呦呦，在这里，我的注意力在这里，所以我没看到这里的，它竟然藏在这里。看，又是一只小胖子。看今天排出来的海参差不多啊，都是这样的状态。看，收了啊。我的天哪，好瘆人啊！我离老远一看，我知道它是个东西啊，看着像大水蛭一样，好瘆人啊！呜、哦，一碰到它就戳，就是缩了。我激动的方言都出来了，你们知道戳的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缩了的意思。你看，它还会来回伸缩，它是不是？这是它的肚子底下，它是不是翻不过来了？我来帮帮它。哇塞，洗一下沙，这是一只大海参啊！这。哪个老板财大气粗的把这么大一只海参排出来了，这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哇，这么长，收了它啊，放桶里。再来，这个颜色好漂亮啊，你看绿绿的，淡绿色的，好漂亮这一只。哇塞，跟前几只颜色都不一样，你看，哇塞，好漂亮吧，你看也非常的活跃啊，收了它。这石头底下看一看有没有啊，这小螃蟹也行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么多，我三只，看一个比一个大，哇塞，今天发财了，我捡了一桶海参，你们信吗？如果说一个二十的话，成千上百的钱是有了，不说了，快点继续捡。遇到鲍鱼窝，不是鲍鱼窝，海参窝。因为今天又是排海参了呀，哇，走，翻不动这个。开始，你们看，我又发现一只，它藏的好假呀！但是，一般没有经验的人来这边的话，他肯定也不知道啊。还是我有经验，知道往这个地方找呀。看这一个，个头还行吧，红红的这一个，跟其他的颜色不一样，也是收了啊。来这边看，我刚看到一个蝴蝶落你手上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嘿，没吧。没有，很意外啊，两个螃蟹都没有。什么情况呀？我看这么多大虾，哇塞，还有没有活口啊？看，不少。哇塞，这么多，话不多说了，赶紧给它捡呀！哇塞，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这里好多大虾呀，一分钟都不能浪费，快点捡！哇塞，你看还有崔山贝这里，这山贝在这好久了，看，哇。都捡不完了，都没有一种。这一会儿来两盆够了。这扇贝咱也带回去吧，喂喂咱家的小鸡儿啊，小猫还没得吃呢。放桶里。站起来才发现，还遗漏了一只大虾在这里，不行，幸亏看到了，要不然浪费了。哎呀，扇贝带回去。今天这里扇贝少，只是几个不活的，是不活的都让别人捡走了。快带着吧，捡个漏啊。这里还有这么多大虾呢，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养殖虾哈，看身上都是这种青色的，还有小脚，虾须都是完整的，这虾完全可以吃啊，看个头都这么大，4050规格的大小啊，但是我看这种大呀，看大小都不一样，还有不多说了，快点捡来，哎，这一回来又捡了一两斤呀，二斤也有了。这要是30块钱一斤的话，60到手吧。看桶里啊，哦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快看，下来了，被水冲下去了，咱快点往下游看看，还能不能找几个啊？走，还一片，你们是不是看不清了？因为这面还有虎台哈、啊，但是我在这里看到了，哇塞，那个虾还在蹦啊，看还有沙贝我直接忽略不计了，哎呦。哦，快下来！这么多，是谁蹦的？过来一看，不说了啊！哎，是他蹦的。看，好多！哇塞！哎，这里看错了，我差点把石头也抓起来。哟，都很新鲜啊！看，这小脚啊、小须啊都很完整。收了它。看，这水里果然有啊！看我家海经验，你们就知道哈，我说的话基本上没错。看手里这么多，快点！哇，好多呀！我感
感觉自己冲进去可以好多，但是我不敢进去啊。你们也知道进去有风险，只能在这岸边走一走。哇塞，我看看，个头这么大呀，这里边的。哎，啥？这个要跑了。哇，这个在游了。哟，这个在里边好，真好看呀！哇塞，哇塞，我都不忍心逮它了。看，很和谐呀，这画面，超级大呀，这个，这个太大了，跟整个手掌一样大。说了啊，你们看，这里还有一圈。哎，我敢给你们看啊，它都会在这种有那个水坑的地方藏的。看，因为这里水深一些，它们够呼吸的啊。但是奈何环境太恶劣呀，这里水温可能跟它们不合适，所以都挂了。看着很新鲜，不影响吃。看那里还有一只，过来过来。哎呦，这个头还不小呢，收了啊。哎呦，一只小八爪鱼在这里。哎呦呀呀呀，快看快看，溪里还有。哎呀呀，石头还差点能吸起来。看看它是在这吃石头吗？还吞水了，呼吸。大口大口呼吸，你看我这么看，你看你看，哇塞，哇塞，哇要吐水，别逗它了啊！这里水温不太行，感觉，所以它存活不了。带走吧，还有活跃度啊，带回去吧。走，这么黄的鱼，快看，这是不是一只那个一条野生的这黄鱼呀？哇塞，发财了！你看呀，全身体黄黄的。我的妈呀，这里是礁石区，没有养殖场，这也不是咱们这养殖的，这是野生的大黄鱼，发财了！你们看我拿起来，黄不黄？是不是特别漂亮？野生的大黄鱼，发财了！这一条能值个1800的吧？哇塞，这得有2斤吧？没有，差不多。现在市场价好像1斤1000，好像是我听说应该是。哇，别看它死的比活的还值钱。这一条鱼让我，哇塞，回家吧，翻身弄把个场，这么怎么说呢？这个鱼很好吃呀，是不是？养殖的都很好吃，你说野生的呢？不说了啊，我收获太大了，今天，搞搞的太过瘾了。走，再看看有啥其他的货，抓不到其他的，我感觉我也值。你看鲍鱼窝呀。我在这坐了1分钟了，没舍得打扰他们。这是一家四口吧？哈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。老大先从你开始。哇、你看，一下子生气了。再看看这个老二，哇塞！哎呀，这个吸得紧。老三，越小的力气还越大。老四，看，老三吸得紧。对，老三吸得最紧。这个可能因为年龄小了的问题。但是这个老三太脏了，老三最脏，黑黑的。好，这收了啊，收了收了，回我家一家四口团聚啊。哎，不舍得打扰你们，但是我还要争取时间，然后继续看看还有没有啥好货。这个太大了，厉害啊，是吧？走，继续看。我又发现一只猫蛤蜊藏在这里。你也是真好，毕竟看不见的。我这个发挥呀，时常时候有的在眼皮子底下都看不到。这个头不小哎，这个吃刺身可好吃了呢，你回家尝一尝，好久没吃了啊。看那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被石头卡住了吧？看看，哎哎，出来了，跟刚刚那个你大哥做个伴儿哈，这个比刚刚那个小一点。收了，来这边看石头底下，看有没有八爪鱼。啊，有没有？没有。走，去前面看，看前。看看，我掏出一个东西，看这啥？八爪鱼一只。看，但是它不是非常活跃了哈，奄奄一息了。哇塞，还是动物的，其实藏在底下怎么一回事啊？它应该是。今天太热了，兄弟。对呀、啊，这里水都是热乎的，肯定不行啊！海鲜对于温度要求可高了啊。走吧，这里还有一条八爪鱼，你看也是不太行了，今天实在是太热了啊，给它收了吧。走，不行了，回家再说吧，我也不想浪费时间，太热了，热死我了。看这里有个垃圾，上次我拿走一块，这怎么又一块？上次在这里底下抓了一条八爪鱼，哎，这个拿不动，帮帮你，你帮帮我。哎，它被这个石头底下压住了，拿不起来。哎，浪费拍摄时间了。
没有啊，今天没有。上次赶一条八爪鱼，今天没有。今天收获一般，也太热了，现在。对，我都坐一会儿，走一会儿，坐一会儿，走一会儿。幸亏那有一条鱼。嗯。啊。回家，回家。我发现这里一只大鲍鱼。刚说今天收获很少，来到这边又看到一只大鲍鱼。哇塞！他一看我过来的肉又弹起来了。你看这什么？咋的了？这个吗？这里在那这个地方。哦，这是他的牙齿，好像对他的触须、嘴巴都在这里，牙齿什么的凸出来了。你没看见？我估计网友看。看，我看到了，在这呢。这里是他的小触须。啊。我还能不认识啊？你看看这里，看着好有食欲。你们看，这个是不小哈，这个野生海蛎子不小了，想吃这个也不小了。看这里，这个也能吃得着。没带工具，哪次咱们都没带，因为目标不是他。好大一个大蛤蜊呀！哎呦喂，过瘾啊！这么大一个月亮杯是吧？这么大的月亮杯。大家好，我是宁宁，今天就来赶海了哈。今天天气虽然有阳光，但是还有风，特别的凉快啊。看，刚来收获一个这么大的，看那边好像还有一个大蛤蜊。哎呦，快看呀！仔细一看，这里是一个大毛蛤蜊呀，躺在沙里，还挺会躺，小样的。看这里还有一个，哇塞，刚来就在这里收获这么多大蛤蜊，看这个也不小，是吧，差点跟手掌差不多大了。这两个毛蛤蜊也不错啊，收了。看这啥紫色的，天哪，这是一个洋葱啊。这海里怎么什么都有啊，你们不会怀疑是我放上的吧？你们看烂了这么多了，但是扒开里边，你看扒开这外边烂的这一层皮，里边还是好的呢。真的不是我放的啊，但是我现在有点纠结了，这个洋葱我是带出去还是拿回去啊？露营扔这儿的。我感觉放海里会发臭，不太好。虽然咱带回去咱也不要，找个垃圾桶扔了。哇塞，这里还有一个大月亮杯，目测一看，虽然它没全部都露出来，但是你看还是不小的吧？看这。可我开口了，在这应该在那觅食，它是不是吃这个？那是呀，那这里边好多微生物，它不就是吃微生物长大的吗？在这里边，看这海蛎子什么，小螃蟹，你们看，是不是小螃蟹？还有蛤蜊，哇塞，光看轮廓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虾子，不是，看错了，不是，看轮廓这个都不小啊，它在这里应该吃了不少东西了，收了啊。看前边，这里。还有毛蛤蜊，你看那里还有一个，哇塞，今天发财了！你看这个毛蛤蜊自己在这里钻了一个窝，走吧，放松点。看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更大呀，这个个头啊！这刚来收了两个大蛤蜊，这个大毛蛤蜊了，今天吃身又有的是了。看这里，是不是又有两只大蛤蜊？最近这里哈，我在那边也捡到这种大蛤蜊了，这片海域好多这种大蛤蜊啊，你看。但是这一个怎么开口了，就趁它开口我打开给大家看看啊，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的肥度。哎呀，打开了，哇塞，打不开呀，这么硬啊，我手里劲儿是非常多的啊。哎呀，还是不错的，但是这个季节它没有那么肥啊，春天的时候它那是最肥的啊，但是这个现在的话也还可以啊，收了，这个不要了。坏了，不要了，都把这个带了。他在说啥？来，他错了，我还以为是他一片阴影。这有蛏子，估计。这里也没有。看这个海蛎子，没有肉了。哇塞，我没看错吧？这咋什么海苔？两只大海参在这里。你看这一个胖嘟嘟的，真可爱啊！你看。它的刺都站起来了，这哪是上哪是下，哎，这个是上，看它正在蠕动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哇，你看这小脚脚，看这小脚脚，哇塞，头一会儿发现这么鲜活的大海参啊，真的是，因为今天天气凉快，哇塞，不错，你看这个小胖子全起来了，带走，今天晚上做个海参粥吃。哎呀，这个就不行了，这个就不如刚刚的那个。哇塞，这一个就跟要变形了似的，给你们看看，这个能看到它，呜，这个也非常非常的活跃，你们看，我一动它，它蠕动的非常厉害，哇塞，带走啊，
我的天哪，小点声，别让那边的人听到。收了啊！哇、哦、塞，快看，这里一条大鱼！我，哎呀呀，它跳到我来了，逃跑了！哇塞，这条鱼我都没有信心抓它。你看，它围着个石头在这转圈呀、啊！我看看能不能行啊！哎呀呀呀呀！我的妈呀，好厉害呀！吓死了，快跑那边了！哇塞！慢点跑呀！我这还追看到他了。哎，他跑到这了，跑在这里好抓了。哎呀！我还寻思他咋这么好抓呢？我刚要起来，他跑了。哇塞！这个鱼非常的活跃，还非常的凶猛，一般人抓不到的。哎呀！我的妈呀！别跑呀！快！哇塞！哎，幸亏这里这个地方它是搁浅在这的，这里水深，但是这里没有通海，没有入海口哈。它，我抓到它是早晚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要么说到了人家的地盘。哇，去哪了？火了吗？在这边还是在那边？在这。哎。幸亏他让石头卡住了，我逮到他了，他咋不太动啊？装死是不是？他可能是懵了，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给逮了。你看他在这里，他有一个孔雀的黑点，孔雀尾巴的鱼哈，但是我知道他叫美国红哈。你看他的刺受伤了，看刺少了这么多。哎呀，我那是鱼鳍啊，对，就是鱼鳍，这说刺也行，两件多啊，回家又有的吃了，收了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差点给它倒出来了，我的天，白抓了，放在桶里吧。你们看，我发现这里一只白白嫩嫩的八爪鱼，刚刚它在这里摇头晃脑的，特别搞笑，但是没抓拍到，你们知道吗？太遗憾了，你们没看到，我看到了。看，它在这里面，哇塞，个头还不大哈，但是它看起来还有十一倍。瘦了啊！刚刚看八爪鱼的时候，我看这是一个啥东西？看，一个银行卡呀，交通银行，但是不知道里边有没有钱呀？这谁在这里赶海把银行卡都交了？还是说赶海带银行卡干啥？金领卡，这个卡好不好？啊，就是不知道里边有没有钱哈、啊。我先带着，回头我查一下，一会儿我赶完海我查一查。看，我发现这里有大蛤蜊啊，这么大的大蛤蜊，你们看看，这个大蛤蜊特别特别的好吃，它的肉非常非常的鲜嫩，而且里边鲜嫩多汁的，一口下去，一口肉一口汁啊！看看这个还张口了，它在这里呼吸吧，还是吃东西的？看，我看那里还有一个，捡了它。哇塞，它藏的隐蔽啊，在深水里边。哎，我看到，快点爬去了，家人慢点啊！给你们看看，你们能看到吗？你们能看到吗？哇塞，这个螃蟹它肚皮朝上，应该是死了，来把它放桶里，拿起来啊！咦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说，你在这里好好的，它怎么挂了呢？扔了它啊，不要了。两只猫蛤蜊在这里，这一个在窝里，这一个在这里，这一个是不是离家出走了？哎呀，看，这个还在窝里，它出走了，你也不挽救一下？不挽留一下，我来把你们凑成一对啊！走，带走吧。漂亮的猫蛤蜊，你们见过吗？它咋飘起来了？不要怀疑它的死活哈，飘着也是活的，虽然空空的。贝类海鲜就是这样啊，不多说了，收了啊。对，两只漂亮的猫蛤蜊，水深的地方就会有飘着的贝类啊，你包括那个海虹啊，还有那个扇贝啊，它们都会飘着。收了啊，都是活的，其实。往桶里吧。哇塞，这个大鲍鱼在这爬呀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它在这里上前走，我得拿了它。哇塞，好大的肉呀！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今天我又来赶海了哈。刚来发现这么大一个鲍鱼，看跟手这么大，厉害吧？这个的话还得十来块钱一个呀，发财了，希望还能多抓几个啊。放桶里。哎呀，这里也是两只鲍鱼哎，你看它跟这里颜色差不多，都差点没看清啊。哇塞，看这个肉非常非常的活跃哈，幸亏今天天气不热，还这个个头也不小啊，
但是比刚刚这个小，给你们对比一下看，比刚刚这个小多了，不对比就没有伤害呀。哇塞，这一个属实是大货。放桶里啊，看看这一个，哇塞，哎呀，干啥呀在这里？他是不是在这里锻炼身体？给他洗一下他的沙。哇塞，这一个看起来不是很肥，但是个头也不小，看，比以前抓的大太多了，瘦了啊。我发现这里，快看，有一只八爪鱼在这里。哇塞，看它个脑袋伸这么长，在这里大口大口呼吸。哇塞哇塞，看，个头还不小，嘿，稀厉害。再洗一下沙，拿回去啊。这个的话，你看它的爪子大小不一样，这个又大又长又粗，这个太细了，瘦了啊。我看这里有鲍鱼，你看那里还有一只，哇，快过来。这里太难走了，哎，走近一看，这里还有一只藏在这里，它藏得太隐秘了。哇塞，你这小鲍鱼，个头虽小，但是看着还很聪明。收了啊，看这个这个，光明正大的就趴在这，多少有点紧。它吸得紧，没有办法，没藏好不是？收了收了，看它这里太脏了，看那边还有一个，过去拿了它。哎呦！这里太大了，哎呀，这一个什么情况？哇塞，这个肉啊，你看你看，哎呀，可以啊，都非常的活跃，回家有肉吃了啊，放桶里吧，看那边钓鱼的，走，看我发现这里又一只小鲍鱼。哇塞，哎哎，还拿不起来，看它也是在这里吸着的，嘿，不错啊，带走。不得不说哈，这都是养殖的，附近养殖场出来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哇、哦，快看，这里一只鲍鱼，那里还有一只八爪鱼。哇，那个八爪鱼个头看着不小啊，但是我发现这个鲍鱼更大呀。哇塞，你们猜，这个大鲍鱼值钱还是那个小，还是那个八爪鱼值钱？哇塞，我感觉都差不多啊，因为现在八爪鱼非常的贵。哇塞，第二个大的啊，放桶里，看这个八爪鱼在这儿。哎呦呦呦呦，这个八爪鱼还是活的哈、啊，只是它天气太热了，不太喜欢动。看、啊，在这里大口大口的呼吸、啊，放桶里吧。这里水黑黑的，你看，这里是有一条八爪鱼出没了。我的天呀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肯定是一场惨斗啊，一场非常凄惨的战斗啊！看它的这里就是，我还没吐完，我还没吐完，这里就是它的吐沫管。看看看，它吐水也是从这里吐的，还行吧，奄奄一息。啊，收了它吧，放桶里啊。这些沫可惜了呀，这沫很有营养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走吧，来这边看看。这里是不是有螃蟹啊？要不然它跟谁战斗呢？我翻一下看看。哦，没有啊，可能跑了吧。走吧。看、啊、这里一堆蛋呢，不是一堆，两堆哈。你看那边还有一堆蛋。哇塞，又是一堆海鸭蛋。看看看怎么样？这个头不错啊。附近海鸭子又下蛋了。这种蛋的话不多见哈，因为他们都圈养的，一般出不来了。看，这里还有两个，刚刚的话是五六个，还有两个，这里又有五六个。哇塞，这海鸭子一下蛋都是一堆啊！看怎么样？哇塞，刚来，收获不少呀！放心点啊，给你们看看，在外面好多扇贝呀！我头一回就是说还没退潮我就来了哈，怎么样？现在都在退哈，还不错。这是岸边的哈，岸边的还有点紧。看这里还有，哇塞，好多呀！看看看，怎么样？看那边水里还有一些，看被水冲的到处都是，不好找啊，不好抓呀。看这个头还挺小的，哇塞，这里边也有。嘿，看，你帮我看看哪里还有。刚才看一个蛤蜊，哪里、啊？就在这岸边。看不清，白搭，没有的。这还一个，这还一个，这个、啊，有可能这还。哪里、啊？这不还一个？这在这儿，在这儿。看到了。在这儿，看没？不是，
你这是扇贝，这不还一蛤蜊吗？这这不哦，看到了。我跟你说嘛，行吧，我的眼是不如你的。蛤蜊好大呀，这里沙滩里肯定有大蛤蜊哈，扒一扒找一找看看，这也不好找呀。看还有一个超级大个呀，这种吃的特别过瘾，一咬一口啊，这属于满嘴呀，就是走了。看我看见这里还有两个，这个蛋，这个它的那个壳很硬哈，海鸭子的蛋壳硬，它在海水这里来回拍打，它都不带受力的。哎，它这是啥？大油桶的。这是玻璃心儿。对对对对。轮船上的玻璃心儿。对。我上次认错了，被他们有人跟我说，还有人说我无知不认识。这轮船上的东西我肯定不认识了，这回我认识了，玻璃心儿。再试试啊。什么情况？这么多鱼，银鲳鱼，我看着一看我就认识了。哇塞，这鱼看着很新鲜呀！你们看鱼鳞在上面呢，我估计着很多在市场上买的鱼哈都没有这种鱼鳞。哇塞，其实银鲳鱼的鱼鳞很小哈，忽略不计。但是你看，因为它足够新鲜，鱼鳞都还在呢。这个鱼眼睛就这样。哎呀呀呀，我还没看到，这个鱼不太行了，我先拿回家看看吧。是没事的啊，问题不大。哇塞，超级大个呀，这两三个就得一斤呀，这四个一盆还撑不了，太爽歪歪了。这也今天收获还可以了，下小雨赶海收获不错，还不热，一会儿咱一天下雨也经常来啊。哇塞，好大一只螃蟹，这只螃蟹咱之前抓到过，然后我边吃边查哈，它叫雪蟹，然后我一直叫它蜘蛛蟹，其实它比蜘蛛蟹上面的底儿还是少很多哈，它叫雪蟹。哦，吓死了，这个螃蟹反正非常的好吃啊，这已经是我抓到的第三只了。这附近最近肯定出现了就是一波就是、这种蟹它在底下哈，所以说这一只搁浅上来了，不错啊，收拾收拾它，太好吃了，又是一只，我同意吧。这条鱼在教室去那边危险，咱来沙滩上看看，沙滩上货少。哦，我看石头缝里有货，有货，两条八爪鱼。哇塞，把桶拿一边去啊！看这个八爪鱼在这里呼吸，但是看这情况不太活了，看还有活跃度吗？还有，还动，你看，还是不错的啊，收了它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看着大一点啊。哎呦，哎呦我天，石头还能吸起来。也是装死的样子啊，这个好大个呀，拿掉石头说了还行，不错，沙滩上看这里竟然有大虾。哇塞呀，看怎么样，这虾个头还不小，看着啊，排出来一段时间了。哎呀，这虾有点滑溜，拿不住呀。哇塞，好大的扇贝，看怎么样，这个头比一下不小吧，收了啊，看看还有没有。这里有大虾呀，最近这排水时间我咋不知道？看这里还有一些大贝，今天收获很不错呀。这螃蟹、八爪鱼、虾、扇贝，就差鱼了，找一找啊，万一捡到鱼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你看鱼，这么多鱼呀！我的天，怎么回事？黑头鱼，它在这里都硬了。你看这个贝壳还很漂亮，带着这。哎呦，扎到手了，黑头鱼，是咋回事啊？不行啊，嘴都张这么大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猜有可能是钓鱼的扔的，但这个还闭着嘴呢。刚刚我看那嘴里的情况，像被钓鱼的钓到了，你们说呢？哇，这么多，回去够做个汤了吧？看，很新鲜，这么新鲜的，你看。鲜红鲜红的鱼鳃呀，给你们看看。喂，看这个头正好能吃到。我知道我们这边哈，这片海域里边好多黑头鱼，这种啊。哇塞，今天收获不少啊！我刚刚说想要拖鱼，果然来了这么多鱼。看那边还有一条鱼，这是必须冲上来的。我给它给涨潮了，冲上来了，张着好大的口啊，个头也不大，你看。
破头脸啊。哎呀妈呀，是壳呀，壳，这应该就是那个黄蚬子的壳吧，但是没有肉，带回家吧，也很漂亮。看这里还有一只大虾，过来没看到呢，白捡一只。看这里还有一只，哎呀，这两个个头都不是属于那种大的啊，顶多4050，估计连4050都不到啊。再走吧，能吃呀。哎呀，随便看，我发现超大一只猫眼螺在这里，好大的舌头呀，就是它没吐沙。我看到这里有粘液了，有粘液，你看都是猫眼螺的粘液，它从这里爬到这里。哇塞，伸着好大的舌头。哎呀，它是在这里洗澡吧，你看其他的猫眼螺上好多沙，它白白嫩嫩的，捏一下吧。哇塞，好多水呀。哇哇塞呀，有劲儿。哇塞，这个水厉害了。哎呀，他吃了一肚子水都让我给弄出来了。我看看看，我发现啥了，怪不得他这个状态不一样呢。我看别人视频里都发现了，只是我没找到。今天我找到了，你摄影师的手机还往这瞟，他以为我说小鱼。你看这是啥，猫眼螺的卵。哎呀，给你们看看啊，它就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状态。哇塞，这个猫眼螺妈妈太那个了，太伟大了，它产下卵，它自己在这里。天哪，这个猫眼螺的卵咱不能动哈，那给它在哪里放呢，就放给它放到哪里，猫眼螺再带回去吧。哎呀我的天，猫眼螺的猫眼螺卵，螺卵输了啊，个头还行。看一下子两只猫眼螺，你们谁能发现这种情况？看这里也是它的粘液，你看这只猫眼螺特别脏，刚刚那只猫眼螺多漂亮，到时洗的我给你洗一下。哇塞哇塞哇塞，这个大肉啊，捏一下啊，找找感觉，找好姿势捏。哇塞哇塞，它泡了太多的水了，看看看，我的天，嗯，我感觉它软绵绵的，在这里时间挺长的。瘦了瘦了，我看看这一只怎么样啊。这一只你看爬出来一半儿才，它想要往里爬的。啊，你看它的小鼻子，看这是出气孔吧，还是嘴巴，还是鼻子进去了。哎呀呀呀，哎呀呀，这个肉小哈，看一看捏水的感觉。呦呦呦，哇哇塞，哇哇塞，我也不知道该说点啥了，反正就是很厉害。收了收了收了，这仅三只猫眼螺完全瞒不过我，我总感觉哪一个都没就是表现的非常好，也没捏的非常完美。哎，换头里吧，再找找其他的货。再看那是个啥，好漂亮啊，明天穿的话漂亮的可以的。哇塞，哇，这又是从深海里出来的，好干净啊。哎呀，我们遇到的水就是清澈啊，虽然面上还是有一些虎苔，但是它真的是很干净，表面上也有一些脏东西啊，没关系，回家洗一下。这个你们谁想要啊，在评论区里说一下给你们，因为我自己有自留了，这个就给你们啊。说完啊，拿回家去。看这里超大一只大蛤蜊啊。哦呦，哎，不对，这手感不对，大蛤蜊壳不要了。看这就是我说的那种老蛤蜊啊，在这里也有呢，走继续看看吧。看你们就说我坏不坏，这是猫耳朵爬的比前几只都小，看呀，爬的这么一点，后边这么一点，就让我来给碰到了。它的花还不大，吸水也不多，捏一下试试啊。看，还是没有啥水，因为它都没来得及吸水，就让我给逮了，没有多少水。哎呀，失败，捏水失败，因为它里边就没有水。这样吧，过来，过来。
的天哪，好漂亮啊，好漂亮啊，一看就是壳啊，因为它没有立体感。这个太漂亮了，我洗一下给你们看看。哇塞，这个必须拿回家，纯天然无污染。看看看，这里边还有脏东西，回家我洗一下，这个也一起送给你们啊。谁想要它可以说一下，带走啊。哎呦，差点碎了。垃圾袋是啥？这是啥呀？这里边你看还长了一只这个海虹，这个海虹生存能力特别强，真是无处不在呀，有石头的地方，凡是它能居住的地方，它能吸附的地方，都能它都能活啊。放脱了。